What is in the need of Israel is in the capability of China, and what is the need.国际艺人奖呢，我们那时候接触的时候是1990年吧，90年代中，他已经发了2000、2万多个人，但其中没有中国人。我是甚为不平，我说中国就这么多犹太人，但以色列那个发那个奖呢，它是有三个条件。第一条件，此人不是犹太人，那当然了，犹太人就犹太人不算。第二，此人不能牟利。外交官是可以牟利的，可以卖签证的。第三，此人不能这里救了犹太人，在另外地方又迫害犹太人。这三个条件呢，我想中国人当中有很多，但是他必须有书面的材料才行。你说虹口那些中国邻居，他们很多是文盲，再加上后来搞政治运动、文化大革命，这些资料都毁了。哪个人能拿出书面证明啊？证明我帮助过犹太人？没有。但是我们想呢，哎，中国的外交官，当时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吧，哎，我们找找看吧，就这么。我们当时跟西蒙维森社中心啊联系，他们有个组织叫 Visa for Life， 叫救命签证。他组织专门是找救过犹太人的外交官，他们找了很多，包括日本那个驻立陶宛总领事三原千某。瑞典的那个外交官 Wardenberg 找了很多，辛德勒也是他们找到的啊。那么后来我们就发现中国驻维也纳这个总领馆，因为有好几个犹太难民跟我说，我们从中国总领事拿到签证，他帮了我们忙。我们看护照上签名是何凤山 HO， 我们现在中国是 HE 对吧，那个时候是 HO， 何是 HO， 就我们就开始找，一直到1999年找到他的女儿，很可惜他1998年去世了，所以我们找到他是在他去世后一年找到了。以后呢，他女儿何曼丽就前不久前两天还在上海呢，我们请他到上海来开会。何曼丽呢挖出很多，何曼丽说我父亲也没讲过这些事，但是后来把他父亲的很多资料啊日记找出来，有他父亲就是没有大肆宣传这个事。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当时都发了几千张签证嘛，到底救了多少人我们也吃不准。但他有一点很明确，就是他知道犹太人进上海是不用签证的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发签证呢？他是为了让犹太人能够逃离那个地方。因为当时盖世太保就是有规定的，你关在集中营也好，你关在监狱里也好，你只要有哪个国家发给你签证，你就可以走，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留下来，那简直是抢了，把人家财产都留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走，就可以走，所以何凤山就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发了很多签证，然后我们呢通过何凤山女儿，后来想了各种办法找到很多资料，就发现何凤山确实发了很多签证，而且他后来他回忆，他说我知道他们到上海用不着签证，我发签证就是为了救他们。他后来甚至到什么程度呢？因为那个中国总领馆门口有盖世太保。所以他后来到中国总领馆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饭店坐在那，让犹太人到那儿去边喝咖啡边吃饭，就把签证就发了。他甚至都不要他们本人来，你要十个签证，你带十本护照过来，我给你盖十个章就行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发现所有这些资料，我们把所有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以后交给以色列，以色列大屠杀这个纪念大屠杀纪念馆管这个事儿。最后他们经过整整一年调查，他首先他不是犹太人，其次他没有牟利，第三他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犹太人的事，最后正式宣布授予他国际艺人奖。那是在2001年，然后呢在那个耶德瓦舍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栽了一棵何凤山树。何凤山树实际上在这个之前江泽民去的时候2000年江泽民就说了，江泽民参观的看到那么多树，就说哎呀，我们二战前中国也救了犹太人，
但是这里还没有中国人的树。然后那个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就说，我相信将来肯定能找到中国人，会栽一棵中国人的树，何凤山是第一棵。